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帆四段，欢迎走进白谱节目。白白你的谱，让我们分享你的奇思妙想，让我们对抽取和乐手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胡伟健和我一起为大家来白谱。你今天带来一盘什么棋呢？今天带来的一盘是我的一盘网络对局。哦，是你下的韩国棋手。对手是一个网上一个韩国棋手。哦，你用什么名字呢？我是用一个朋友的一个号吧。哦，又用朋友的号。朋友的号。哦，对，韩国棋手也是个六段棋手，网络六段棋手。以后还是希望你用真实的号去来跟大家交流，这样的话呢，大家就是有的棋友的反应，怎么在网上老找不到胡大记者呢？或者很想跟你交流一下，知道吧？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呀，下面还真实一点啊。好，看一下你这盘棋，你是拿什么棋呢？我是黑。你是黑是吧？我是黑。哦。小将。这个很正常，都是一个普通的，对。我记得上次你讲过那个，我如果拔掉的话，这个局部双就是黑棋拔掉，白棋拔掉的话，这个局部好像是，就是黑棋好像稍亏，是不是？对对对，局部稍亏一点。对对对，局部稍亏一点，就是好像有个真的先手，这是真的一个先手，可能当时这次拔了过后，我就。记下来了，就没有去提它，没有去提它，就是还是按照那个正常的那个把这个局部进去走完。接上。那你记忆相当好。当时我记得就说局部稍亏吧。这个棋它是这样挡的吗？那挡了。这个挡越有大了，这个心压也心压一下，先压我要然后再这个压应该压得到的，没有，因为压的时候呢，你不能连扳的，这挡是先手，如果你先挡的话呢，再压呢，这个棋啊，黑棋是可以连扳，这个对不对？我还是压的时候我还是退的，所以还是比较走道的，所以细节要稍微对，对，他就压了一个，然后去猜。查了一个，就逼他怎么？哦，低位好一点，低位对，低位对后好一点。对，我逼了一个，当时他走的比较奔放，就是直接镇住。这种下盘好像比较还照顾大局吧。这个冒险，这个还是应该挂过来对攻。对，这个你什么？我觉得他这个感觉。就是我见的比较少吧，然后不知道，实际上我就比较稳健的就猜了一个。那你应该小飞手脚。因为小飞手脚，因为这一代的比较就感觉比较薄弱一点，再往里面进呢，有可能，我就下的这个地方，因为但靠近别人的视野方，我就想下的坚实一点。这个不知道，可能应该我事后觉得还是这个应该好一点。然后他就去飞了一个，飞了一手，然后，我还是飞了一个，因为他如果跟你守一个我就算了，这个我觉得飞了以后有尖出来或者还是很大的，还是很大的一手棋，然后他这里逼住，他是想可能想走在外面嘛，扩张一下外面，我就去。这地方他尖了一手，可能是为了主度吧。这地方尖了一手，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您看觉得这个尖一手是个？尖一手这个下法不是很好，这局被贴一个，这个棋比较熟一点。这应该单跳一手。单跳。就是可能跑去。应该这边有猜二的，应该不怕。不过。就是说你现在就觉得这个尖不好。对啊，我觉得尖不好。我也认为这个尖不好。这个有点感觉有点损这个脚手。但是呢，你现在是看人家的问题，但是我跟你提示一下，你这个夹击这步棋也不好。夹击这个好像比较好一点，或者跳球。夹击远夹比较好，这个棋你无理应该直接走算。直接夹，尖的一个，尖的一个。这个太熟了，这个是这个棋是有点熟。然后这个贴，你看这个棋形很厚实。对。然后他就去这边夹，然后我
觉得直接跳觉得比较乏味吧，然后双方就朝着他这个势力范围去都去往外跳，又这个对不起，我觉得这个其实乏味这个词我没听，我没听明白，就是我就说这双方就这么就往外跳或者怎么样。你稍微说具体一点，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就说这个，跳这个怎么乏味呢？我觉得就是双方就是可能都是像中火来出，都是双方像中火出头。他很正常啊，这个棋。但是他这边这个是白棋的这个势力范围，然后我去往他这个里面跳的话，可能不太好。那很好啊，因为如果是人家的势力范围要围控，你往里面跳，不正好是破他的控吗？不正好是破他控，然后呢，这个棋有个误区吧，有个误区在里面。然后这个棋这不是都要死掉了吗？这棋飞一个，这个拖，可能拖一个吧，这个。现在这边交换棋手的拖，这棋总是往那跳，因为人家夹击你的话，就像打仗一样，是，人家在打你，你这个棋你到底是能不能跑？你不跑，你束手就擒，你就亏了，就跟打仗一样，对吧？是。其实说老实话，胡记者我就要批评你了。其实呢，你接触这个围棋啊，应该是比很多棋手啊就接触的比较多，对吧？但是呢，有一点，其实你也参与很多报道，而且胡记者的文笔写的文章写的很好，就是说呢，能把很多那种围棋的那种心理啊，很多东西啊都能写出来。但是呢，下棋呢，这棋下的确确实实很多东西啊，没有诠释出我们跟职业选手，包括很专业性的那种围棋打交道，最新的是，这个呀，我觉得跳，我当时第一杆是跳，那个家里的第一杆是跳，这个跳不是第一杆是跳啊，首先第一点呢，跳首这个棋就是人家攻击你，你应该往外跑，你这个反夹。这个就是目的不明确，反正挨打了下吧。是，好，看看他又尖了一个，又尖了一个，然后我贴了一个，然后他就跳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不敢这么跳了，我就走得比较轻盈一点，就是大跳。对，所以这个地方再跳的话，就怕就因为这两面都没有拖过，然后就怕到时候被吃了什么。那胡记者，我想问一下你，你这个情况，这个下的当时是就是很矛盾。不是这个纸啊，就是这个纸，我没有。当时我就想，就是把它稍微消一下，就是。但是我们现在观众朋友来看这个棋啊，就已经体现出胡记者这个胡伟健这个棋的思考是相当混乱和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跟你写稿可完全不一样了，是吧？你看，你刚才说这个棋跳不好。因为往外跑，其实这个时候你跳对他威胁最大。现在呢，你打入了之后，你反打入了之后，应该是对他有一个弃子的关系。因为人家打你啊，人家都轻松。现在走到这儿来之后，我想请问你，这两个子后来是薄呢？这个比较薄。对啊，你这个心里渡不回去，然后呢，这三个子和这一个子就相当于是重兵把守，两打一，你不往这儿跑，然后你又往这儿去跑这一步棋，人家如果把这个棋跳到这儿来，你这是两边都收工。这棋你明显违背了，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道理，是前后很矛盾，很矛盾的一个，是吧？对。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说，你千万就是在行棋中呢，应该要把这个思路要理顺一下。是，这个很困难。对，是有点觉得前后不是很连贯，原因不是很连贯。实战他就是跳了一个，跳了一个，然后我就去拖了一个，然后就把脚先定型，先定型。我就觉得把这个纸啊，就是走得轻一点，就是吃啊，这不是这就说呢，你的想法就是很轻，对吧？然后但是呢，这个棋呢，就这个这步棋的来说的话，这是很不好的。为什么？因为你总是干嘛？你是要逃跑，是要逃跑，你要破他的空，不让他吃掉你。但他走到这儿，你就应该跑，这就是贯彻你的思路。不管这个棋对还是最后这个棋死掉也好，或者死掉，这至少是贯彻意图。现在呢，走到这儿来之后呢，你又往这儿拖。
脱离这样之后呢，这两个子集失去活力，然后这一代全部是白琴，是，对吧？是是。这个琴你这是用朋友号下的？不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当时就准备弃了，有弃子的这种想法。但是弃子那为什么不能单脱一个，然后挑到这儿，让它少吃一点呢？然后要多送嘛，琴朋友呢，看这个琴呢，还是要说一下，霍先生用这个是几段号啊？六段，是在六段号下的。哦，你实际在网上水平是几段呢？是大概五段左右吧。哦，三四段左右。嗯，三四段。所以说以后呢，就是有机会呢，就是用真实的号来这个，然后这个号呢，就是说可能下起来对这个对你来说比较吃力一点，因为他。霍建呢，他刚才也私下跟我说，他说我一定要尝试一下，看一下借别人的一个高段号啊，在网上来下一下棋，看一下人家是怎么样，水平到底怎么样，是吧？所以说呢，所以说他就用一个六段的号，在这个网上下，做一个试验，是什么试验呢？因为他本身实际在网上的水平呢，可能是四段到五段吧，是吧？然后现在呢，就用一个六段的号来试验一下。哎，我看对那个，看人家六段到底跟我这个水平呢是怎么样？嗯，所以说呢，现在就把这盘棋呢就先摆出来，是吧？对对。嗯，但是这个棋太熟了啊，这个家伙，这前后矛盾。然后我先手搬砖以后，然后又跳了一个。大跳，这个是什么想法呢？就是有些东西啊，就是他想吃的话就给他吃，然后就走的就轻灵活一点。他有的地方他如果要吃，要换一个手术，他可能就不换手术就直接就吃掉。然后他这里那现在人家可具备了大吃你的可能吗？这个。这就像陈毅元帅下围棋，喜欢下围棋一样啊。这个时候已经成了什么呢？成了铁桶战术。就是说白棋两边呢，你看这两边是特别厚。对。你说你想轻盈一点，弃子已经无归路可言。你看这个棋，你就无归路可言，而且这两个字也要死的吧？对。所以说呢，这个棋啊，就是其实这个六段呢，这个韩国六段呢，其实它并没有用尽。就还没有发挥他的水平。对对，你呢这个棋呢，就是说你思路上不清晰，然后呢这个棋，你看啊，这是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像这样的棋呢，如果不走的话，就一路一立，你两边都有度。这个你看到了吗？这两步是我考虑到这个灯泡上面靠，看到了这个手在上面。我想问一下，你看到这个手段没有？这个东西你看到当时在下棋的时候，当时下棋的时候没看到，后面的时候我后来摆后面又重新摆了一下，就知道这。但是我觉得后来是因为我摆了之后你就看到了。我觉得这一代我已经走了，这一代靠住他把就让你过，他把这外面的封住的话是这样的。你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思路上的问题，就是说跟你的写作不一样，就是说你的条理性上，你不能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我现在我们来摆谱呢，说老实话，现在观众朋友可能会听到就觉得啊，我跟霍建的交流啊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觉得霍建怎么两人有点像吵架一样，不，其实不是，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既然很想上这个节目，因为呢，他觉得因为我平时来摆棋啊也很忙，很难呢在跟他来交流，所以说呢，这个棋呢。通过在这摆谱呢，也算作他的一个指导一样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中场休息一下，等会儿我来跟大家再详细的来解释。好，我们中场休息回来。好，刚才呢我说到就是说跟霍建的交流嘛，就是说其实呢刚才呢我一直在问他，我说哎你是什么想法，你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但是呢可能大家就会听得很明白，就是霍建呢他的一种表达来说的话，他自己来说他很矛盾的心情，就是说哎我要怎么样，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希望大家呢有一个借鉴，就是他很多东西是凭感觉，我想怎么样，我想
那么说这个就看，就是经常我跟学生，那你想的话，那这就是一个人的围棋，因为围棋最大的魅力就是一种双向的思考。那么说呢，在这种情况上面呢，这个棋呢有很多这种手段，就说哎，我想这样走，然后呢让他这样吃掉，我气掉他。但其实呢，你要站在白棋的一方，你就不可能再想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拿白棋，你肯定也会往这攻击他，然后呢，你也会在这样把它吃掉，对不对？所以说呢，胡伟建来摆谱呢，我正好借这个平台呢，也跟你说，也跟广大还有一些棋友，就说也渴望哎，在爱好的同时，也希望能有一定进步的棋友，提个醒，就是千万不能以主观的思想去下围棋。你主观的思想去下围棋，那是不行。这第一点。第二点，围棋下围棋没有感觉。我们有没有棋感？有棋感，每个人都有棋感，只有好坏之分。但是呢，感觉永远不代表真实或者正确。只有通过论证和计算，所以严谨的思考，这是围棋有魅力的地方。所以我希望你以后要少下的快棋，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要论证它。你看，如果你拿白棋的话，你肯定也会往这想，因为这太危险了嘛。对对对，对不对？所以这个棋呢，很矛盾。好，我们来看一看后面的。他在这里前一天交换了一个交换了一个，我挡了一个，然后他没有去下这里，他现在这个以这个局面的一个焦点嘛。应该他其实有很多种下法都可以，他走这样也行。对，好，实在他是唬了这个，但是我没有看得太明白。这个是有点。可能是有原始意思还是怎么样的？这步棋也是有价值的，有价值。如果说非要就一个评价来说的话呢，首先我们来理解它这一步棋啊，这步棋它有价值，它要攻击你，甚至要吃掉你。只能说这步棋跟我这步棋比较起来呢，这步棋缓一点，对。但是呢，它跟你这些棋比较起来呢，它是有作用的。他是叫缓，你这个叫无厘头。这个你别生气啊。就说香港电视剧经常有无厘头的，就是那种喜剧片嘛，其实就是让大家放松，没有什么道理。就这个事情不一定非要按逻辑性的去做去思考，这无厘头。其实下棋呢，我也经常说，就是没有思考的。对对对吧？好，吼了一个我就脱了。这是有道理，我就脱了，因为这已经威胁到了，就明显感觉到有比较大的威胁了。然后这个时候是选择了这边搬，如果这边搬，可能我就问一下，这边他如果这边搬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好一点？因为实在是，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因为你自黑，那么说你脱的时候呢，你会想到搬，人家两搬的变化。如果人家搬这个，你会退；人家搬这个，你会怎么想的？这个当时的话，当时的想法，我当时还没有。如果去连扳一个，你当时等于说还没来得及去思考，对对对对，你就没就是想，我局后我想了，但如果这么扳话，不是局后啊，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很渴望想提高你的水平，所以说呢，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你至少下棋的时候要想两种方式，像这样的棋就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往外搬，往内搬；第二种往外搬。你这两种要计算清楚，你才能这个。你不能说我想或者这要计算。但往这儿搬呢，只吃掉这个子，黑棋得十。对角。对角。往内搬呢，就是逼你苦活，他得角，就这个目的。好，开实战吧。我们首先要把每手棋的目的要搞清楚，这样就可以提高水平。逼了一个，然后我去飞了一个，他去跳了一个，跳了一个以后，我就因为当时我不愿意直接拐，直接拐就太输了，对对对，就这一个。但是他跳了一个以后，我就去拐了。拐了，因为他已经有了一手棋，对对对，这棋没必要，因为这棋的活棋直接跳了。是是，好，我们稍后去虎了一个，虎了一个，然后我这里去顶了他一个，好像有点输，但是我怕他顶了一个，觉得有点不是很舒服。就是这个地方顶一个。
感觉有点，感觉有点俗啊。不是这个，我想问你一下，你当时顶的目的是什么呢？嗯，我怕他顶。哦，那我就是这个其实很有趣。嗯，首先第一呢，你解释的很苍白。嗯，你顶这部棋，实际上呢，嗯，是想救活。嗯，第一个对不对？侯也好一点。不，这都是假象，你说的。其实你内心来说的话，这个顶就是想做活，对吗？嗯，是不是？对眼位肯定是有帮助的。是不是想做活？我想问你，就是说很简单，因为你。我不希望玩文字游戏，就是说，因为我，这个时候呢，你走这，你是要活棋，是不是？嗯，对吧？肯定先想到是想活棋，想安定。你是想活棋，安定就是活棋嘛？你想活棋，对不对？嗯。那么说这个能活吗？你当时算了吗？这个我再补，肯定。那你当时算清楚这个棋，假如说我封棋了，你做活了吗？这棋？嗯。这个没有算清楚。哦，那就希望你要算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为什么还要假设呢？下棋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假设。今天的焦点摆谱呢，可能呢我们摆的进程稍微慢一点，但是呢，我讲的东西可能比平时要异常的要多。因为呢，可能我觉得我也有责任在这里呢，就是说跟霍建的摆谱的同时呢，今天我心里很沉重，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围棋工作者啊。普及者是媒体的报道者，应该要把其理解要更真实、更提高一点。嗯、这个棋呢，就是他的目的是，首先他当时说怕顶，这都是假东西。首先第一点，你顶这个，你怕他顶是你没活，你顶这个时候其实想做活。那么你还知道，假设他如果走这，他坚定了你能活吗？你如果你这个棋活不了的话，这时候先手，那你划不划算？你如果不划算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单跳出来。这样单跳出来呢，就是四面八方都可以跑。但是他如果顶了以后，我好像是先手吧。嗯，他顶了之后，就是说先手。你不说再可以跑吗？这个东西可以弃掉它。这个时候走大就是。嗯。后来瓦尔到时候扑了。你这打击，人家一家老小也带着这样。我看着，我是怕这个 NDK 还有联络方面，单跳的话可能联络。单跳没有联络的问题。单跳这个其实假设你起到这儿来，这打劫你敢打吗？这、嗯、我打劫负担也比较重，对对对，这相当重的棋。对对，那我就说你一定要记住，你下的每一步棋啊，就一定要记住，就是说你的目的性，你不是说我怕他顶还是不顶，你的目的性就是说找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方说你说，哎，我教学生就经常是这样来教的，就是说他说，哎，老师我这步棋不对。或者他下面说了很多疑问的时候，但是呢，我作为教练呢，我是这样来教导学生的。我不知道你来评判一下，我不会说完全以这步棋不对或对去批评他或者指责他。我认为这样去教教不好。我首先第一，我觉得他态度的问题。嗯。如果不是态度的问题，那么说呢，我就来归纳是他手筋练的不够。还是计算你不清楚，还是他的判断你不够，我要把它归纳为一个大的方向，知道吧？那么说呢，在这来说的话呢，其实就是你的目的，活棋还是不活棋。现在的一个大的方向，大的问题是，现在霍建呢，你这个给我的感觉来说的话，你的思路啊很混乱。很混乱，就是说双方的那种思考方式啊不够这个，然后呢，你的感觉很多，下棋的感觉很多，没有进入计算，可能你也是跟很多职业高手在一起，混多了的原因，就说啊，这个棋人家我感觉怎么怎么，其实他的感觉其实也是在计算，是他快而已，他显露不出来。是好，我们再看看。但是我顶了以后，就被外面一手棋是封不住吧？一手棋封不住，一手棋封不住。我们来看一看。然后他火，那我就这个棋要柔和一点，单飞一个，单飞一个。这个轻一点，这个他不能冲了你。双打，他走在你冲的，所以这个飞呢比你那个好。对，他如果往那并的话。这是活棋，让你飞下去。嗯、是是，这不要这太熟，这个太熟是，是有点。嗯，
而且你没有看到这个，其实活棋这个是你的不对了啊。如果要说假如说这是活棋的话，我请问你还会往那跑出来吗？我如果活干净的话肯定就不会啊。对啊，那我再请问你啊，你只回答啊是和不是。你当时在对局的时候没有去想到这个棋活还是不活，如果是活的话你肯定不会跑，对不对？因为没有价值，对不对？对对对。但所以说呢，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一定要分析你的目的性。如果这个棋是没有活的，那么你跑出来再次当官你都是要救，对吧？对对对。如果说你是活棋，你还往外跑，那就没意思了。救护车不是每天开在车上，开在马路上到处奔的，对吧？只有救人的时候，他才这个紧急出动嘛，对吧？对，当时我没有算这个算，但是感觉这不又感觉了，你又错了啊！其实我在不断的纠正你的感觉啊，你没有感觉，是计算，是所以说这个棋你下了一个很低级的问题。你看，如果是这是活棋的话。他攻不到，赶快补。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还悬崖勒马，你现在是路数很多，然后呢，自孤是是，管特，然后对。你看这都是当官，人家越来越厚，你这两个就越来越薄。是，然后呢，这个棋是活棋，你还往这走当官，是吧？对，所以这个棋你要检讨。然后我就拆了一个，跟你去拆了一个。你看，我再请问你，是这个大还是这个大呢？是这个大是吧？这个棋，这个肯定大，但是我要补的话就不知道，不知道我哪补，我的肯定就是这个棋。那我就不用补，就不好补，我就不用补，我就等。我一那我就请问你，你不好补就是或者你补实际上就是想做活，是，但是你不好做活，你就不做活，那不做活如果被别人吃掉，别人走，那你是不是更难做活呢？我请问你这一点，是如果是更难做活的话，那吃掉你这个棋你够不够呢？吃掉肯定是不够。对呀、啊，那这个棋那你又矛盾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棋不是像过棋生老师啊，或者很多这个说，哎呀不好走就不走了，不是这个，而是说现在重点摆在你面前，就像一个病人一样，他没有最后死亡断气，你作为医生就要救他。你就必须要救他，你不能说哎呀，我先放着，放两天，等他这个我再过来，那你必须要救。所以说呢，遇到这种情况呢，首先第一点，胜负焦点在这里，不是在这里，这是在过瘾，这在马石头。所以说这个时候不管能不能活，必须要在知乎，这是胜负焦点。所以这个棋你违背一个原则，是。对不对？有点矛盾。不是矛盾，不是有点矛盾，是相当矛盾。是。实战他就开始攻了，然后他正着攻。然后就开始我开始马开始马眼。是一个。你这个开始马眼，你现在开始马眼，你这个你得了绝症然后开始马眼，这个我就很奇怪。好，今天呢这盘棋呢摆的不多，但是呢我其实呢跟胡伟健呢用这种方式来交流，其实更多的是想扭转他的一种观念，然后呢也给大家估计也有很多棋友但是水平很弱的时候呢可能跟他的想法或者跟他的观念很类似，但是呢今天的主题呢我自我评价一下，我觉得是感觉不等于计算。我认为围棋的生命在于计算，只有计算清楚了很多东西之后，你才能得出很多很多结论，然后还有很多思想上的非要。因为就像一个大厦一样，他如果凭感觉去做一个大厦的话，那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他有很多很多这种经验依据去测量它，对吧？那么说呢，今天呢我们摆谱就摆在这儿，希望更多的棋友一如既往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不要担心就是说你的棋力有多弱或者是多高都没关系，我们主要是分享大家的快乐。今天节目就为大家摆到这儿。